唱过了这个歌，我们明天再唱吧，太近了离这儿。我们唱一个最近不是我们唱一个这样的歌吧，我们唱一个平时我们不怎么唱的歌。嗯，好听，人也好看，哎呀，脸都糊了。嗯，什么？丫头，浅河哥来了啊！浅河哥来了，欢迎飘雪哥啊！谢谢我们小董哥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完了那个把你的保护费交一下。谢谢我们莫良哥。嗯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俩打架都是在群里啊，不服你来呀，你来呀！完了打的这个吐血又掉牙了啥的，完了为了什么这个秩序安全呀什么什么的，我就收取了一点那个啥，一人拉出去十大板。为啥呢？一人拉出去来，一人打十大板。完了他们求饶，那么就这样折成棒棒糖吧。什么情况都不知道，他们在群里面打架斗殴，这个不服，不服你来呀，不服你来呀！谢谢卡河哥。完了那个，不懂哥是怎么回事呢？不懂哥他在那儿加油叫好，完了他属于严重的违反了这个道德行为，啊，就看热闹不怕事大，这一并都给罚了。没有，他俩就是闹着玩儿。谢谢我们金鹰谷歌。嗯，欢迎我们小河过马啊，小河过马哥，小马过河哥。时候哈，这样还好一点。你怎么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？嗯，你都给我弄得脸好红呀，我真是的。欢迎专属哥啊，欢迎少女终结者，欢迎1996哥海龙哥，欢迎大家。这叫哥，你到时候你再来的时候，你记得叫小河过马。完了，你去别人的直播间的时候，完了，你去别人直播间的时候，看他会不会给你念成小马过河。谢谢我们黑土哥，我经常给他们起名字，都起的可奇怪了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。可厉害了呢，就都跳着字儿给你读。谢谢我们那个无双哥，谢谢我们飘落落落叶落，他们有的时候就故意写的那个名字我还不认识。谢谢我们忘了是谁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逆战，哎，这个歌好久没有唱了，确实可以唱一个哈，我找找。嗯嗯嗯嗯，来，在城市里
风轻云涌的战场上，暴风少年登场，在钟声越过重重的咆哮声，喧闹整世界，喧哗过的喧哗，即将是战到来，热血的流沙，战车在发烫，勇士一时不可挡。首歌好听吗？你们都喜欢听吗？谢我们公子哥，谢我们剑神哥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我们世子，谢谢我们那个班五哥，还有我们山山哥，还有不是人民币，以及我们上哥、随遇而安哥，还有飘雪哥，谢谢谢谢我们土哥送来的蓝色妖姬，谢谢谢谢，操作失误没关系的哈，下次注意就好啊。嗯，没事的，他们不经常这样，他们要经常这样就坏蛋了。我喝口水吧。哎，我发现我现在有一个新的功能，就是什么呢？我一着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说这话，我自己都听不懂，是怎么回事呢？谢谢我们知足哥。嗯，就是一着急就说着不知道什么味儿了，就一着急就我也不知道说的是哪边的味儿，就不是东北话了，就不是标准的东北话，但是指定是中文。谢谢杰哥啊。小马有过河吗？不知道啊。谢谢我家发哥，好人呐、啊！我不会唱呀那首歌。嗯，谢谢发哥，谢谢发哥，谢谢发哥，谢谢家发哥，给我们发哥唱首歌吧，唱一个我最近新学的，叫什么了？刚才说什么了？我问你们好不好听？什么歌？叫什么歌？我怎么又忘了呢？哎呀，这记性完犊子了。我刚学会的，我说的是啥歌了？对，思念的牢。嗯、啊，我昨天好像唱过了。
给发哥小思念的牢。谢谢谢谢，感谢我们知足哥。塑料花，塑料花是好久没唱了，一会儿唱给你们听啊。准备自信歌。我以为一直对你好，就会在你心中变得重要。当时间一秒，心就死掉，怪我一厢情愿不太明了。早知道结果如此的煎熬，这场感情不如早结束吧。当眼泪流下，你已做好，这场游戏像一个圈套。就让我不再念着你的好，你的微笑思念不停在我身边。我想彻底把你忘掉，一秒就好，我却困在原地无处可逃。都知道心碎的夜多难熬，你不明了，我却还在为你祝福祈祷。谁能举起绝情的刀，一了百了，让我从此波涛思念的牢，思念的牢。想情愿不太明了，早知道结果如此的煎熬，这场游戏不如早结束掉。眼泪流下，你已可怕，这场游戏就像一个圈套。就让我不再念着你的好，你的微笑，思念不停在我身边围绕。我想彻底把你忘掉，一秒就好，我却困在原地无处可逃。不知道心碎的夜多难熬，你不明了，我却还在为你祝福祈祷。谁能拒绝绝情的刀，一了百了，让我从此脱逃思念的牢，思念的牢。想彻底把你忘掉，一秒就好，我却困在原地无处可逃。可知道心碎的夜多难熬，你不明了，我却还在为你苦苦祈祷。谁能阻起绝情的刀，一了百了，从此脱逃思念的牢，思念的牢，从此让我逃脱思念。谢我们蛙哥，谢谢谢谢，气！谢我们字母 J J 哥啊，谢我们孙月哥，还有我们顶哥，还有我们二郎哥、杰哥、戴然哥，还有淘气猫，谢我们人文树，还有清风卡和天空哥，谢我们柿子哥。哎呀，还没有给我阿哥唱首歌呢哈。哎呀，我本来是我为啥呢？因为吧，这个歌吧，我一直按照自己的感觉唱，完了吧，我听完原唱唱，我就有点憋不过来这个劲儿了，我还想跟着原唱那个调唱，还想跟着调自己的调唱，我就有点不会唱了，中间那块儿，这差点没咬着我舌头啊！谢我们妖姬哥，胡。谢谢谢谢啊！
嗯，真狠啊！因为他那个原唱是空半拍，我吧是连着，我又想空又想连，我就不知道是空还是连了。完了就差点没咬舌头，完了我一下就停住了。要不停住的话，我估计就一场直播就变成了一场离奇的案件。啊，好险呀！真爱掉了吗？对，没有做真爱任务的兄弟们，我们要把真爱任务做一做了。我瞅一瞅，这可都忘了，咱们排名第八名了。我们坚持住哈，有小号我们可以上一上小号，我们坚持住，每天过三星任务的话，我告诉你啊，稳稳的幸福了。我们就现在我们第八名，嗯，就可以的话，我们都刷个棒棒糖，谢谢开心，谢谢。我们坚持一两天不刷星星，好不好？我都那个啥了，谢谢柿子哥的鱼，谢谢。嗯，前进。哎呀，不对呀，今天好像完成的好慢呢，要不要来一波？臭菜味儿的，你们吃过什么叫臭菜味儿？臭菜吗？臭菜和韭菜差十万八千里呢。以前我第一次吃臭菜的时候都给我吃吐了，后期我也不知道怎么的，我觉得还臭菜还挺好吃的。它不是臭的，它是那种香臭香，不是，它就是那种香香的臭，它也不是很臭。就是一种说不出来，有种荤油味儿啊，还不是什么味儿。今天就吃了呀，嗯呢。黄昏，我们来一波。好的，就这样决定了。我们没有准备好的哈，没有准备好的这个，把你们的棒棒糖准备好。啊，把你们的棒棒糖准备好，我们过一下我们的真爱任务，现在是1683个啊，1683个。哎呀，要不然不过一下我们过不去了呢。嗯，我转一下屏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1000多个。完了，包括里免费的就是这个桃色桃心啊，包括里免费的真爱手机写的真爱，电脑用户它会转，一送出来它会转出真爱，那个是免费的。谢谢我们老金哥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我们众筹皇，众筹王。
1571个。哎呀，我觉得1004也有可能呢。
现在你们就有机会了啊！这没有钢牌，钢牌呀，钢牌呀，对，钢牌，钢牌没有开那个啥的，没有开真爱的，就是你们送棒棒糖是不会显示的，不会显示的，你只有开真爱团，它才会加二十，才会显示的那个分儿。啊，所以说你现在可以开，又可以帮我过任务，又可以帮我过任务，又可以帮我过任务，他可以过好几个任务。你现在开真爱团，啊，又可以帮我过任务，反正就是可以帮我。谢我们黑粉哥，哦哟！谢我们清风哥，谢一念成魔，还好日子，还有黄明哥、经纬哥、豪、秋豪哥，还有晚霞哥，还有我们笑而不语哥，还有夕阳哥。昨天五千多个三星，今天要6000多个，压力好大哟。昨天过了三星是多少人过的？是5000多人吗？今天要6000多个吗？今天好像压力很大哟。那岂不是我们一天比一天压力大呀？那我们再拉会儿票吧，嗓子有点哑。嗯，没什么太大问题，还好。哒啦啦啦，哒
哒哒哒，谢谢不条命哥的水晶球，你这是清包了吗？86个，哎呀，谢我们去舞飞扬哥，啦啦啦啦啦啦！我着急的话8点半开，我们再来个小目标，我们小目标来个时间长一点的，时间长一点的，我们来个10分钟的，我要再送一个小黄黄，谢谢我们香雨哥，嗯，我们来一个，我给你们少来点儿。来多少你们自己说，丫头下定决心，好久没有唱了，像我在官方没有啊，官方唱的是回忆总想哭，多少个，多少个小任务，小任务3万个，几万个，2个，5个，谢我们黑粉哥，谢谢谢谢，哎呀，谢谢我们黑粉哥，你今天是不是过生日啊，黑粉哥？谢谢我们那个七死仔哥，666就太多了，5000都没过去呢，5万个没有过去，那我们来个中等的，4个，4，69，69，69，69，69，69。不行，好像太多了。那就这样，那就来个中间数，5269，那也就5269，比那个五万还多呢嘛，这不行，我过不去呢。我都整的我都没有信心了，这样事的我都不敢整了。谢我们逆鳞哥，谢谢谢谢谢谢啊！咋还没有响应呢？还有16分钟我们就响应了。我们没有过摘团任务的，我们过一过摘团任务哦。谢谢，欢迎我们大补啊，26900下把的，这把过去之后我们改成26900，一天来2波，送2个黄就好了。嗯，这属于集资吗？我们的深爱如海，只盼望来生相遇。我等你等到那山花开，满山风雨的你从他乡回来，岁月更改换来你对我的爱，渴望着遥远的真爱。我等你等到那山花开，满山遍野的花该代表我的爱，不用去表白。有点稍微不完美，谢谢我们只为飞哥哥，谢谢谢谢我们云哥，谢谢云哥，谢谢我们倾城哥，哈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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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我们只为飞哥，谢谢，还有我们只为听哥，还有我们大宝007，我们天天酷，天天酷，天天酷了，还有风雪草原牧人哥冰冰以及小董，谢谢迷蒙哥火焰哥，还有风采依旧青团哥，一念成魔哥，还有我们静气哥，以及我们清风哥四季花开，还有不是人民币，还有我们香雨哥幽灵哥，还有林德哥，还有自信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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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参加的人数有，这回我看看参加的人数有600多个哦，啊，600多个，上次我们是多少个来着，上次是1100多个，上次是1100多个。刚刚我正在去官方活动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啦啦啦啦，不回来，都伤害伤害。哎呀，我这关不掉啊！谢谢谢谢，我要转个屏呢。600多，这呢，600多。谢我们过瘾哥，谢谢过瘾哥，谢谢我们乌雨哥，600多个，啊，刷一个棒棒糖就好，一个棒棒糖，一个一个的点也行，66的也行，啊，66的也行，最好是66的，这样过得比较快。我要听过去，不介意，我过去了给你唱啊，我过去了给你唱，稍稍等我一会儿。
我换个曲儿。留下来。好，感谢我们浪漫哥，谢谢英英哥，谢谢我们夏天儿，谢谢我们英英哥，谢谢能敞开心扉，谢谢我们游子哥，谢谢我们大宝。我看看你们刷的有点快，这俩似的。谢谢我们敞开心扉哥、总统哥、大宝哥、酒杯哥，朱阿姨，谢谢我们指南针哥，还有我还是看中间吧。谢谢为我风哥，你俩是有点眼花呀。谢谢我们孙天苦拉哥，谢谢。还有三分钟的时间，没有参加的话，大家可以参加一下。不管你刷几个棒棒糖，都可以得这个我们家的这个幸运皇马。谢谢。一个一个的走，溜溜的来，加油！我们4000个完成了1/4，快没有1/4。谢我们随花叶哥，谢我们阿飞哥哥，谢谢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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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从前的你又不回来。没有过真爱任务的此时此刻，我们要过一下真爱任务。但你的包裹里边有个桃心，免费的，大家可以走一走。我不知道今天的三星任务能不能过去，但是我现在我尽力。他们说好像有点困难，像我脾气哥，有稍稍有点困难，我瞅瞅啊，还有多少人？应该是没啥问题，现在还剩1000多个，我相信你们。有小号的我们可以上一上小号。谢谢我们老鬼哥、红军哥、朱阿姨、别闹、贪玩、炸串哥啊！谢谢我们那个点点哥、索爱哥、贪心哥、觉悟哥，谢谢李峰哥哥，谢谢点点哥，谢谢别闹哥，谢谢朱阿姨。我点名了，一人来组溜溜啊！好不容易看清你的名字，多难呀！
恭喜大宝啊，恭喜大宝啊。哎呀，太像样了，大宝你就不能大量点，还给我刷一毛的。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，1000多个人呢，1000多个人完了就中在你身上了，多么的幸运啊。真的是1000多个人，其实中奖率是1/1000吗？对，是1/1000，没有算错，就是这样。谢我们一念成魔哥，谢我们方武，谢我们方武叔，还有一念成魔哥，谢，买彩票去，一定要买。嗯，谢谢我们废虎哥的1/3/4，哇！谢我们清空哥哥啊，谢，谢文杯酒哥，还有好多我都没有感谢到的呢。我们的10000人呢？什么10000人哥？10000人他不一定都支持你啊。那这样吧，我们下把就来1毛钱嘛，我们来1毛的，就是按人头的算。谢我们朝阳哥，谢我们朝阳哥和漂流哥，我们按人头算怎么样？人头算，我们最低是咱们就设置2000，看能过去不？就2000个人，不算个数，我们算人头。谢我们 SS 汉哥，谢。我们打破一下数字。我们还有968个包裹，里边还有个小桃心，不要忘记送出来哈。包裹里的小桃心在包裹里面，我找找啊，看看能不能设置人头数哈。人头数，加油吧！我觉得人头数好难呢。对呀，就当过真爱了。人头数，规则是，我们来个随机吧，那就随机人头数的话，那还10分钟吧，我们就5分钟吧。按礼物数，这个是按礼物个数统计，按礼物积分统计。哎，这个怎么算人头啊？你们看看来，我以前我记着有人头了，就这儿，这是按礼物积分统计，积分统计是不是就按人数啊？按礼物个数统计。按礼物积分统计是什么意思？按积分统计是什么意思啊？EYB 等于是积分。哦，就是不算，就是什么礼物都行是吗？这没有人数吗？这好像就那个啥，没，我记得以前有人数了。我们试试积分是啥样的。那这个数字是要不要改啊？它是自己形成的吗？10几分，这个要设置多少啊？这个积分我们看的是啥？我没有看过积分，我忘了呢。谢谢大宝，哎呀，谢谢大宝啊，谢谢大宝，我看见了，1块钱等于10积分。那我们设置多少分啊？谢谢我们坑钱玫瑰，就20000分。我不会算呢。那我们还是那样吗？这个指定是不行，这个太多了，这个是太多了。我们还我们小一点的，我们来个小一点的目标，我们小一点的目标，好吧？我们来一个小一点的目标，因为那个啥呀，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东西。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咋算的呢，这样的可以吧？我不知道这个应该跟那个是差不多的，我不知道积分是啥样的。妈呀，这积分长得好快啊！谢我们聆听哥，谢谢聆听哥。我们的人数能不能多一点？人数多一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贪玩，谢谢自家哥。哎，这个积分好像长得快呢。还是它是一样的吗？是一样的吗？我感觉好积分长得快呢。谢谢我们顾影哥，谢谢大家，谢，都是随机的中奖，370位、380位，没有过真爱任务的兄弟们把那个真爱任务正好过一下。我们现在还有919个，我觉得我今天过不去了，能不能给我点信心呢？我们这个过完了，我们把这个过完了之后，我们过那个响应啊，不一样，积分的少，是吗？我觉得这个快还，哎呀，谢谢泡沫啊，谢谢红木管哥，这个水晶球也可以过是吗？
啊，这个是什么礼物都行，对不对呀？那个只能是规定是棒棒糖，是这意思吗？啊，那这个好过，这个好过，谢谢谢谢。水晶球也可以，哦，那星星呢？星星也算吗？星星算什么呀？感谢泡沫，谢谢小木哥，谢谢点点，谢谢开心，谢谢水晶球。我看水晶球棒棒糖过得也很快，好像星星跟一样的。这个那对，这不成 PK 一样了吗？谢谢我们秋豪哥，谢谢自家哥，谢谢我们落叶随风哥。星星算吗？我没查呀，星星我也不知道星星。那你们刷波星星我看看吧。哎，那鱼算不算数啊？我才看见你放了个鱼，它长了没有？谢谢我们点点哥。那鱼算吗？星星不算。啊，星星不算数啊。那水晶球好像是算数的，水晶球我感觉好像是算数的，是不是？刚才我看水晶球还是算数了，鱼也不长，水晶球也不算，星星也不算，鱼也不算。我不要 PK 卡了，秋豪哥哥，蹦蹦糖就行。哦，礼物才算，就是礼物栏里边的礼物才算吗？嗯，是 YB 的都算 YB。 那是红钻刷出来的算不算呀？什么都算呀。好，我们已经完成一半了，我们已经完成一半了。UIB 等于十分，可能包裹里的礼物不算哦。老大可以给我小号卡个黄吗？可以呀，你把 YY 号给我。谢谢凤礼哥，谢谢我们人为叔。哎呀，时间看点时间了，兄弟们，看完时间我们过着急了，我们过着急了。谢谢我们东风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们过完了的，还有一分钟我们就过完了。过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再开召集，要不他会被挡住的。我都已经干过一次蠢事了，不能再干一次蠢事了，我时刻要警醒的。没事，不要把我带沟里去，我绝对不会开的，我只能过完了才能开。嗯，星星算，他们说星星算吗？我们还是来蹦蹦糖吧，万一不算数呢？怎么人文书还有一分钟的时间。上年小猪也算吧。谢我们宇哥，谢谢大家的棒棒糖，谢谢。有882位了，每次好像都有1000多个人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到2000人就牛叉了，我告诉你。挡住了我也不送，挡住了什么你也不送，我没有挡住啊，你快送嘛。一会儿到时间了，还有30多秒、啊、我们也来过月六，还有20多秒，加油。十哥找一下，谢谢，感谢我们凤雨哥，谢谢贪娃哥，谢谢我们小田儿叔，谢谢我叔，叔一会儿给你唱一个《分手那天》，好久都没有给你唱了。好了，我这个他们常客群看一下，这个40023这个也要卡黄，老大开始着急了。哎妈，一天我感觉好忙的。啊，下定决心忘记你。嗯，我羽化师哥又走了呀，他每次
不是开小号来吗？在我最危难的时候，他英雄出来救美，完了我平安无事了，他就转身就离开了。你的眼角流着我的泪，那个歌是，妈呀，水让我喝没了一桶。好像是没了，不是被堵住了。